星期六，对，然后干大四生了，今天还跑来户外教学，哦，然后今天又跑来罗东文化工厂，他们说那个等一下是田中央的人会过来，来跟我们讲解。其实罗东文化工厂一年半前有来过一次了，对，所以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冬天，所以那时候天空阴阴的，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好，非常的好。Check this around。我让他吃的，快点快点，快点让我给他看看。哇哇哇哇，在哪在哪？他不见了，他去哪里了？嗯，人呢？奇怪，啊，都是你啦，不让我去找他，你看他走掉了，不要走回来。抱歉，不是想的。那我过去一点，左手边那里其实可以到南洋溪的出海口那里，然后其实我们称它为 Saga Tree，就是最后宜兰河、南洋溪还有一些所有的支流，最后都会汇集到东山河，都会汇集到这个出海口，从这个出海口出去。然后这里的就是一些地景上还有水鸟啊，或者是一些动植物的那个生态都还蛮丰富的，所以有机会大家自己还可以再来看，所以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可以带大家去这里看。然后过来的富后社区，这里有一些小的景点，像是一些公车亭，或者是他们当地的社区的营造，就是可能像篮球场，还有一些就是简单的棚架这样子设施。然后中间其实看到在两道防风林之间这一块，因为当时候其实东北角有提另一个案子是整个钻围沙丘这整带大概大约有30公顷的地，然后。是国有，就是国家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个沙丘馆成立之后，还有那个蔡明亮蔡导演，他有到现场，在里面那个设展之类的，然后有拍摄一系列。等下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拍摄一系列壮围这里的一些影片。包括的是那个他们可能看沟，就是看沟大家知道吗？千户。就是他们渔民他们就是部落社区那一带的里面，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附近的地景，然后在进建筑里面可能会比较了解，就是当时候我们在想一些设计，甚至做这里的一些那个东西的状态。两道的防风林进来之后，它其实就是第三道防风林，长在这里之后，让人可以在防风林跟沙丘之间的关系去做那个，就是体验这里的沙丘地景的感觉。所以等一下你们进到那个室内的时候，可以。感觉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展厅里面有很多的沙子，但是当时候我们跟蔡导有讨论，就是把甚至就是把这里当地的沙可能弄比较干净一点，但是放到展厅里面，然后旁边的一些墙面是使用像是洗石子的铺面，然后其实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这些沙粒可能就是从上游。可能是原本是大颗的石头，冲到最后这里变成是比较小的这种细碎的石子，然后长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地面其实里面的地面其实不是全部水平的，就可以看到旁边的墙角。等一下进去的时候，旁边的墙角那些都是有在做一些就是简单的 curve， 就是一些曲线上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想说先带大家来看这一区，然后再进到。建筑里面可能会比较知道建筑里面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当时候其实还有想，就是我们自己的想象中是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像是跟蔡导配合的，蔡导其实也会在这里办夜宿，然后甚至是他想要在这里办电影节，就是可能在这种沙丘地景的时候，他只要简单的一个投影，
然后在这种沙丘地景就可以看得到，跟环境上一些比较，就是简单来说就放松心灵，然后跟环境做一些互动这样子。拜拜，谢谢，拜拜。Yeah， 好，今天的宜兰行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户外教学。OK， 然后影片的部分应该会晚一点剪，会特别剪一支。那照片的话会发在 Instagram。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 IG， 那这就是这支影片的 ending。嗯，如果你喜欢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订阅的话，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And that's all. 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